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夜雨环境音。今天是2022年1月18号，星期二，下午12点40分。今天是晴天，温度摄氏16度。彩虹眷村位于台湾台中市成功岭营区与岭东科技大学之间的一处彩虹艺术公园，因为农民住户黄永富在老屋上作画，画作富童趣可爱，表情传神，而有彩虹爷爷之称。2010年9月以彩虹艺术公园之方式保留下来，于2014年1月25日开幕启用。彩虹爷爷于1979年买了现在彩虹村的房子，因为彩虹眷村位于都市更新之道路用地而计划拆除。2008年8月起，为了排遣无聊，在待拆除的老屋上作画，受到弘光科技大学的教授及学生的注意，引发抢救彩虹村的活动。经过台中市市长吴志强及相关单位的人士研议，虽建物尚不足以被认定为文化资产，但在征得所有权人的同意下，保留部分建筑，包括一旁原有的公园、几棵老树和彩虹爷爷绘制创作约六栋建筑物的区块。近年来，彩虹眷村成为国际知名观光景点，创下年逾百万到访人潮，获选英国旅游网站全台十大 Instagram 打卡点，日本网友最想去的拍照景点，与国际知名旅游指南《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 新书《世界的神秘奇迹》评选为全球最值得探访的景点。我感觉彩虹爷爷的用色大胆，线条童趣，而且主题充满了他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事物，就犹如一部用童话记录下来的活字典。今天就邀请大家来领略彩虹爷爷的美丽新世界，我们来散步吧。
Thank you.
just taking pictures. No,